大哥，我已经听说千凤你的事情了，料想你们一定会来挑掉阎王门，所以才向九姑娘告个假，来助一臂之力。只要完成这件事，一定会一堆后生小辈赶着排队叫我大哥。哥老之力，何况合肥赌命一次，怎么赌怎么赢。那后来实在太无聊了，现在战无的还清了，这样大笔银两也拿去救济水患了。闲闲没事干，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铲掉阎王门。小玉儿，你看要挑哪一位一同冒险？好，这边可以存档。哥老弟，那我们好好杀他们一把。我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我没有缺点。哎，这么怕迷宫是不是？金仙岛。好，城堡过，拿一个装备。镇馆果然都在这里。慢着，以我身为古棍的直觉，这蛮有好货。冲绳金刚甲就是刚才在路上我拿到那个，就这个啊。好，走吧。我万万没料到，会无心竟然到最后会临阵倒戈。坏了我大事，我才想找人去结束你们几个鬼萝卜头的性命，你们反而过来自投罗网。你枉认为无心为父报仇的孝心，不可原谅。今天我就要替魏家讨回公道。直接天魔护体仙啊！金钟罩。变心诀，来吧，阎王铁！我觉得他们应该打不到我了。嘿呀！不会到打三小时的 miss 吧？我们可以靠一些中毒的方式吧。嘿呀！哦，龟息宫的话我先拿的。哦，丹药是江小鱼啦，对对对，找万春龙拿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很好。我以前都没有打那么轻松哎，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打的，以前打得很辛苦。学完阎王铁跟天魔护体，基本上就无敌了。
我现在是按到什么时候啊？终于打死了！我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为什么你们一路要跟我作对？恶人有恶梗，欺负善良百姓，要慢慢压榨，而不是杀鸡取卵。好人都被弄死，坏人只剩下自相残杀的份。原来你是来矫正我观念的，或许我太照镜了吧。不过我不会这样让你们逃走的。魏无心，你是这个红蛮？难道是指这个？哇！我这一路找了两个三香镖压住，说我会铲掉阎王门，这下发了，我可不能死在这。祝大哥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小鱼儿同年同月同日同地死，我在骄傲什么？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不甘心了！你每次都还没有抱我，就要死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。好了，我承认我喜欢你，求求你活过来，一刻钟也好嘛，不，一分钟都可以。
亲，女儿不孝，小鱼儿已死，我现在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也没有了。即使得心脱出，看到一对对的恋人，也只会心起强烈的苦闷与杀意。我看，我还是自我了断吧。喜欢你。啊！再说一次。听说人在黑暗中埋久了会精神错乱、幻听幻视。我不要落得发疯，咬舌自尽好了。很痛哦。啊！小月，我听到了，你快点给我出来。有赏哦。给你像一下如何？好啦好啦，热情大放送，你只要靠过来，随便你啦。暴力女，你说话不算话啊！把我揍丑了，你更没人要了。你摸哪里啊？大家闺秀不是给你乱来的。看不见嘛。哎呀，色女，你给我节制一点。少吃大蒜，是你霸王硬上弓的哦，要不是环境差，谁要将就你啊。哎，别乱摸我胸口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扎了一个小纸人啊？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呢？啊，你摸摸身材就知道是谁了吗？嗯，铁心兰、彩虹珠、桃花，贵精灵太小不可能。你怎么会清楚人家的身材呢？说，要不然我揍死你！呀啊！你自己还不是扎了一个小纸人？还是拿到庙口，请阿婆用五寸钉做过法的哦。做什么法啊？一钉薄情郎，寸步不离身；二钉锤死他，心猿意马。三钉敲他脚踏实地，四钉定终身，五钉奋发向上，五子登科。奋发向上，这也定得出来啊。哎，你别说这不灵哦，阿婆说男人不乖啊，就往这纸人上扭一下，像这样。哎呦，好痛哎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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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大丈夫富贵不能淫。你又在吓我了，再试一下。哎呦，杀人了。哎，你别扭错地方了，不然呢下半身就没幸福了。真的有效。哎，说，快说喜欢我。贫贱不能移。哎呦，好痛啊，饶了我吧。哎，我刚才说过喜欢你了，罚你说100遍。威武不能屈。嗯，哎呦，好喜欢你。啊，没听清楚，再说一次。啊，每次可以明啊，好，喜欢你。说大声一点。喜欢你这只爱偷吃小鲜鱼的小红猫。贼手。别害羞嘛，解开不该有的才好看呢。好看吗？等一下，缠那么紧，哪这么容易解开啊？混蛋，重要时刻。要是来点光啊，一定好看得紧。要我做皇帝，也不如待在你身旁。